来，今天呢还有一个惊喜大奖等着你呢。嗯，什么惊喜大奖？惊喜大奖就是惊喜大奖是屋里藏着很多的任务卡跟宝藏，你呢需要把它找到，找到凑齐之后，你就可以赢得大奖。所有的屋里面有啥东西啊？其实就是卡片，你需要凑齐19931115这几个数，只要凑齐之后，你就可以解锁大奖了。啊，就要找这几个数字。对，然后它会有一些隐藏的任务有关卡，就是你只要过了，你才能进下一个。哦，对，卡片上。可以啊，来吧，走吧。草原上有一只羊，哪一水果？对，杨梅。哎，不对，草莓、草芽、羊草、羊脑。你刚刚也说对了。草莓。这太简单了吧，小时候玩的。妈呀！我天哪，吓死我了！我妈呀，这怎么这么大一个？这个很大，这个很大。啥呀？数字五，不明显。数字三，太简单。白气球踩爆黑气球，请问黑气球咋办？对，黑球爆了呀。白气球踩爆黑气球，黑气球转头给了一个眼神。不是，啥呀？啥眼神？给你个提示，一首歌名。啊，白天不懂夜的黑。这么有信心的说出来一个错误呢？白气球踩爆黑气球，非常明显了，已经。能猜出来？猜不出来吧？猜不出来是啥？我要公布答案啊！那我表演个节目是吧？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好的。告诉我的题。那我告诉你吧。谢谢你。好，答案是告白气球。告白气球。告白气球。我猜到这个了，我说不可能这么简单吧？鸡的妈妈是谁？妈妈？鸡的妈妈？鸡的妈妈是谁？鸡妈妈？母鸡？鸡？谁生的鸡？鸡啊。你什么把鸡生出来？什么生鸡？蛋生鸡。表演的节目告诉你答案。等一下啊。谁生鸡？什么生鸡？谁妈妈是？谁妈妈？飞机呀、啊？谁生鸡呀、啊？直升机。对，你刚才说呢？直升机。所以他妈叫什么？就一个字。啊，直。对了。啊。哎呦。鸡的妈妈是谁？那你应该用那个鸡飞机的鸡的那个字儿。就不要用那个，太明显了，就得要这个。那走吧，看看我。如果你出生的时候只有一只右手怎么办？只能说明每个人的命运不同，有的人出生就是只有一只手，那能怎么办呢？就是好好珍惜着你生过当下的生活，不要因为自己只有一只手而……好，你好励志啊。对啊，太悲伤，我们积极向上起来。我们就算只有一只手，我们也可以撑片，撑起来一片天。比如说杨过大哥。所以呢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所以，你想这是个题啊？对啊，对，反正你刚才回答不对，正能量，但不对。如果你出生的时候只有一只右手怎么办？这是打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打什么，就是问你肯定会怎么办？凉拌。什么凉拌？不对。哇，这太难了吧？那我就送你一个，告诉你答案吧。答案就是，因为你本来就有一只右手。
不是，你这题就是很误导啊。就是啊，就是误导。一只右手怎么办的意思就是只有右手没有左手，因为本来就有一只右手啊。一个人有一只左手一只右手，我问的是你如果有只有一只右手怎么办，他本来就只有一只右手。冷冻牌，哎呀，惊喜啊。什么惊喜？你想要的那张牌在这边。牌都看见我了，我还没看见他。叮叮叮，很明显哦。你放的可不很明显，我放的我更明显。你需要的两张都在这儿，有两张。这个地方藏的不错哦。召唤卡，你召唤一句，然后我就给它变出来。召唤一，小明搬起椅子去打老师的位置，请问小明说，这是猜个啥？就是猜他说什么，就正常逻辑他应该会说什么。我不知道。你表演一下，只有四只手指。行，可以可以，谢谢。这个四只手指看到没？哇，好棒哦！好棒哦！看到了，真的是四只。哇塞！表演。所以答案是，因为他搬不动桌子，所以他搬椅子。他现在想搬椅子揍我们，我觉得。我还能拿黑板擦呢，不更轻？家有家规，国有国规，动物园什么规？乌龟啊！天哪，对了，我们工作人员不是傻子，不会放同一个地儿。数字十，惊喜卡。你先把那回答上，我再告诉你。数字十有两个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是。啊，八九，对，好简单啊！惊喜卡，这不有一张你需要的牌，你不要小看我们放的，这就是惊喜卡吗？对啊，我还不知道这不有牌。我告诉你，我都说了，不要小看我。你刚刚说我们够不着，不要小看我。那你太高，你这样高看我。哎呀。再高看能高看哪？不是那么高啊！提示卡，是家的角落。我都说了，就是让着你了，这个。仙人并不是。哎呀！有点掉水里了，变成了什么？水人？不对。水牛？不对。从字面上来说，变成流眼，对不对？流变成流，流变成哪个流？流水的流。哦，对。你给他唱一下。浏阳河。嗯，是那个字儿，是那个，是那个流，掉也掉水里了。野子加三点水。流池啊。对。他没个答案，他就很无语，就让你无语。走吧，下一个屋。叮叮叮！就天哪，就都快叫上你了。对啊，我在这儿呢。我都叫你了。叫一下。我在这儿。哪呢？都已经经过他了，刚刚。你下个箱，我们就告诉你了。你不会，我教你来。不要惊喜。天哪，你都无数次经过他。要不去别的屋先转悠转悠，对啊，换新鲜，说不定你就开窍了。走吧。你的老公是谁？就跟那个鸡的妈妈对一样。米老鼠。对。哎，但是挺像的了，已经。米公。嗯。公米。你也往歌名上想了，我实在看不下去。我总爱大米。对，所以他的老公是。啊，好呀，我大米啊。啊？啊？你的老公是大米，啊，老鼠。对，每回都很自信的说出错误答案。可以再返回第一个房间看一看。我要放屁了。什么放屁？
我要放弃了。我要放弃。诶，玫瑰花、茉莉花、菊花，哪朵花最没力气？茉莉花。为啥？没力。不对。没力花。你信了送一下。好一朵茉莉，美丽的花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好了。来找我们。一两个九。哎，又一个一。就说，对呀、啊，我都看见了，我真无语。这宿舍肯定没有了。撒娇吗？那叫撒娇。这撒娇直接就给你。拜托就好了。我真三四1115，就还差一个，差一个九。不要看地，马上看看，开始。马上看。对，平行视角。不磨了就不磨了。没有，没有。天，太不容易了，哥。他肯定要说，真简单。要实现再来吧。展示一下成果吧。1993111515，请问惊喜是什么？告诉我惊喜是什么？惊喜不好，我就直接这么飞。我这飞得可厉害了，你看，一飞一转，胜利，太厉害了！给老板鼓掌啊！就是告诉他颜色，是蓝黄绿青蓝紫，对，我要黑。那黑是跟你配的，配的，那得搭配的啊！笑得好天真哦，真天真。我找了半天就给了我一个这，这都绕地球多少年了都？对呀、啊，直接拿过来烤，是不是还挺好看的？还不错哦，都凉了。再喝一口，喝。嗯。喝一点吧。你舌头伸进去。没有。啥呀？这里头都。食用色素。那个你特调的，粉色的。挺好的吗？挺好喝的。这菜老板很满意，很满意，老板很成功了。紫，每一道菜都有自己一个意思。菜的名字叫红的发紫，祝老板红的发紫。谢谢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不会是？看嘛，好恶心，这是啥呀？你别那么咸鲜的，这其实是好吃的，我没有尝。来，一人尝一块。下一个，这就是惊喜啊！惊喜吗？这不是惊吓吗？我一会儿就得拉肚。不是，两个蓝一个绿，对，蓝色是小一点蓝，什么大一点蓝色？大蓝。这都泡烂乎了吧？板凳已经热了，就有点凉了。不是，就这玩意儿就叫惊喜，我怎么这么无语呢？这里的一买不起，哎呀妈！不是。啥？我今天不会死在这儿吧？都是可食用的。来，全吃了吧。我们都吃，你不觉得特别好看吗？很好看，真的好好看。哎，减肥必备，减肥必备，减肥必备。科学证明了，蓝色会一直吸引。
紫色也挺及时取予。把小蓝上一下吧。我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，芝士饼干，很香，这是正常饼干，很香，哦、很香，你好意思说出来很香，我看看你活开了荤了，嗯，他怎么这么喜欢这个奶茶？它本身就是黑色的呀，它本身是白色的啊！我那个黑色是墨水的，真的是墨水啊！总得有点墨水了吧？墨水？那你不知道，就古人都是拿水拉毛笔的呢？对，可以说，咱也得走文化人路线，这是墨水，泡六个小时，嗯，香绿，打开放那儿吧。了我不期待了，你打开随便放着，我就看要看一下。哎呀妈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个啥？面包，绿色的面包，没吃过吗？好恶心啊！有点泡发了，时间长了。这不用吃吧？不吃呢，我舔筷子。我有点同情他，造孽。嗯，错哦。你吃的是高鼻头奶是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是仙子吗？嗯，饱了，给你们吃吧。送你这份礼物的意义呢，就是你以后可以五颜六色、五彩缤纷的生活。对，就是你自己对这个形象。对呀、啊。用两个四字成语形容自己。五颜六色，五彩缤纷。祝你五颜六色，五彩缤纷。我要认真了啊！